So 我们看 Al Mubarakdi 的这一份，OK，还有我们Paper Two 的这一个，还有我们找他 Number of Row 跟 Number of Column，然后再来他的 Order。So 我会教我的学生用 L 的形状来看 L，所以我在这边两格、三格、二乘三，L 三格、两格、三乘二。L 两格两格二乘二，L 三格三格三乘三，这个二三三二二二三三呢？OK，number of row 下来一二两个 row，一二三三个 column，所以是二乘三的 math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题，在。这一边，它 x 这个 y 是这个，然后，state the HKPQ such that h 等于 y 一二，OK，然后它的 h 等于 y 一二，y 一二就是减十四，所以 h 等于减十四，OK。然后我的 k 等于 y 二三，y 二三十六，所以 k 等于十六。然后我的 p 等于 x 二一，二一减七，q 等于 x 四二四二，OK。找它的 element 的这种一二二三二一四二也是 L 的形状，先下再过，OK，就是啊，我们这样 L 下去，这一个四二的时候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再来二四二，就这一个，这一个是四二。好，接着第三题这一边，它要我们找 k 跟 h 的 value，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在同样的位置对比。So 2k 减一等于九，然后过后呢，我再来找 h 的这一个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2k 减一等于九，2k 等于十，然后我的 k 会是等于五，3h 加 k 等于十一，3h 等于十一减五，这 k 是五来的嘛，然后 3h 等于六，所以 h 等于六除三等于二。所以我的 k 等于五，h 等于二。So 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一个，我先找 h 跟 k 先，这一个，然后还有这一个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h 减 k 等于四，然后 2h 加 k 等于这四。So 这个 equation one，equation two，我直接 equation one 加 equation three two 的时候，我就有 3h 等于18，所以我的 h 等于六，然后再 sub 我的 h 等于六 into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我就有六减 k 等于四，六减四等于 k，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二，h 等于六，OK，然后接着呢，再来我们这边对比。x 加 2y 等于十，然后 x 减 y 等于一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一个x 加 2y 等于十，然后 x 减 y 等于一，so 我就有 equation one、equation two，我拿 equation one 来减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x 减 x 没有，2y 减减 y，3y，十减一九。最后拿到 y 等于三，我 sub 我的 y 等于三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x 减三等于一，x 等于四，所以我的 x 等于四，y 等于三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接着第五题，x 减 y 减 z 等于这一个，x 减 y 等于这一个，y 减 z 等于这一个，它要我们找 x、y、z 的 value。哇，所以我在这边 x 减 y 减 z
等于减三 ，x 减 y 等于五，然后 y 减 z 等于二 ，OK， 啊，比我想象中的简单，我直接拿 equation one 减 equation two， 或者是我拿 equation two 减 equation one， x 减 x 没有，减 y 减减 y 没有，零 z 减 z 变成 z， 五减减三等于八，所以直接拿到 z 等于八。OK， so 二减一我拿到 z 等于八，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 sub 我的 z 等于八 into equation 三的时候，我就 y 减八等于二 ，y 等于二加八等于十，然后接着我再 sub 我的 y 等于十 into equation 二的时候 ，x 减十等于五，所以 x 等于十五。OK。所以我的 x 等于十五 ，y 等于十 ，z 等于八，十五十八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，还有我们 calculate 这一个东西。So 对应的位置加上来吧，老王，减七加减五减十二，三加减六减三，四加减九减五，减二加八六 ，OK。然后这一个是七减四三减九减七减二减二十八十九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减的，所以十二减减六十八，减九减十一减二十，十减减十三二十三，然后减八减五减十三，十五减减就加。对啦，是二十九，减七减二十减二十七 ，OK， 所以十八减二十，二十三减三二十，减二十七，哇，减五减三减八减一加十三十二，七减减八七加八十五，减四减十二减十六，二减减十三二加十三十五，减九减十五减二十四。六减十四减八减十一减二十一减三十二，十减减就加十加二十五三十五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接着他要我们 express as a single matrix， h 加减三 k 就 h 减三 k 咯，减二 h 咯，减 k 减加减减，然后它变成减五 k 咯，然后这一个。减 3A 加 7A 7A 减 3A 还会变成 4A 减10减2减 12B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C 跟 D 的这个部分 So 这一个是 2P 减减变成加 B 3P Q 减 3Q 就减 2Q 减 5Q 减减加减5加4就减 Q六 p 减七 p 减 p， 然后这边的这一个呢是那个二 m 减三 m 减 m 减五 m 减减加四 n， 然后会变成减 n， 减五 r 减七 r 减十二 r。接着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减二 x 加 x 减六 m， 所以 x 减七减八 x 会变成减七 x。3y 加 7y 10y 减 5y 然后它会 5y 就减 7x 5y OK 然后诶这一边是7加30所以它是应该是 5y 啊，可是它提供的答案是减 9y 哦哦3哦哦哦 OK 我弄错了 OK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的这一个是三减五，再减七，减十二加三，所以它是减九啊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一边 p 减减 p 就二 p 加八 p 十 p， 二 q 减减就加六 q 减，然后这个变成减三 q， 然后三 r 减六 r 就减三 r， 再减五 r 减八 r， 所以是十。p， 然后减三 q 减八 r，OK， 好，再来接着 c 的这一题的时候呢，它就二 a 减 a 剩下 a，
再减 7a 就减 6a， 3b 减减加加 b 4b 减 2b 2b 减 4c 减 5c 减 9c 减 3c 减 12c 减 d 减 6d 就 5d 减减加，然后 5d 加 4d 9d，OK，好。减 6a 2b 减 12c 9d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要找 ab 的 value，所以我就有 a 加减4等于7，所以 a 等于7加4等于11，减8加 b 等于减 2，b 等于减2加8等于 6，OK，好，然后接着我就有6减 a 等于12，6减12等于 a。a 等于减六，然后 b 减四等于六，b 等于六加四等于十，so b 等于十，减60。接着再来这一边的时候，我有零加 a 等于 b，所以 a 等于 b 咯。然后减三加 b 等于减二 a，equation one，equation two，然后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，减三加 a 等于减二 a，a 加二 a 等于三，三 a 等于三，然后我就拿到我的 a 等于一，然后我就 sub a 等于一 into equation one，然后 b 就会是等于一，所以 a 等于一，b 等于一。哎，等下啦，这一边有东西弄错了，这一个减三加。减三加 b 等于减二 a，然后 a 等于 b，所以减三加 a，b 等于 a 吗？等于减 a，翻过来三 a 等于三，所以 a 会是等于一，对，一啊，零加一等于一，然后减三加一等于减二乘一，对呀。OK，他提供的答案是三三呢，这样，我就在那边想，到底是我这边做错还是他错？这样是他错了。OK，so 我有 a 减三 b 等于十一，然后所以我的 a 等于十一加三 b，二 a 减三 b 等于十一，二 a 减 b 等于八。所以我在这一边，我这一个是 2a 加 b 等于 8，so 这个是 equation one，equation two，然后我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，我的2是一加三 b 加 b 等于8，然后22加 6b 加 b 等于8，7b 等于减 14b 等于减 2，sub b 等于减 2into equation one。我的 a 等于11加3乘减2，也是5，所以 a 等于 5，b 等于减2。好，so 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了8减减加6减4，然后224减减加9加8减10加12加20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是10。21，然后就22，OK，十2122，然后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减一加二，四三十二减四，然后326，然后减一减三加三，然后就一。零，然后这边是零，这个也是一。好，接着在这边的时候，151减一，然后339减六，然后减三加二，然后加二，减二加三，约约就六。然后3264减四，然后四减四，四三十二减减加加八，
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是减六、减三、一、OK，好，这一个的话呢是二加六减16，四减三加四十。加九减零，然后零加零加四，六加六加16，十不是减二加三减12，二加12减12，八。加15，加八，四加六减20，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有减八，然后四二八减三五，28，28 16，31。然后19，然后减11，减10，接着第12题，我就有 2x 加 6x 减 6x，4y 加 3y 减减加 16y，所以这一个是 2x。然后23y，2x 23y，OK，好，接着这一题呢，它就会变成了 2m 减 3m 减 3m，2n 减 6n 加 5n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减 4m，然后 n。好，然后 C 的这一题的话呢，它这一个是 A 减 A 减 A 3C 减 3C 减 3C 减 2B 加 2B 加 4B 4D 加 4D 加 2D，OK，所以它会变成减 A 减 3C，然后 4B 10D，OK。接着我们看第13题，so 它要我们找出 h 跟 k 的 value，所以我就有2减 11h 等于减 9，所以2加9等于 11h。so 11等于 11h，h 等于一，2k 加11等于3，2k 等于减 8，k 等于减4，所以 h 等于一，k 等于减。好，接着第二题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有 2k 加6等于5。2k 等于减 1，k 等于减二分之一。6h 加12等于20。6h 等于减 8，h 等于减8/6等于减4/3。OK，等下在这边有东西做错了。4h 224，这个是 4h 不是 6h。OK，所以它的这个答案是减 4h。所以它会变成减二，所以 h 等于减二，k 等于减二分之一。然后在这边，4h 加12等于20，这一搬过去它没有减，其实它应该是二。OK，好。然后接着下一题，这一边的这一个，所以我就有
六 h 减四等于减十，六 h 等于减六，h 等于减一，k 减12加二分之一 k 等于减五，so 二分之一 k 等于7，k 等于14，这边这个板块的乘方去，OK，所以我在这一边。h 等于减一 k 等于14。好，下一题这一边，我有三 h 加二 k 等于减一，然后减三 k 加二 h 等于减五，这个就在考你 simultaneous equation 的东西了咯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个是 equation 一。所、so, 以我的 2h 等于 3k 减 5，h 等于 3k 减5个2，这个是 equation 2。然后 sub 我的 equation 2 into 我的 equation 1里面，我就有那一个3k 减5个2加 2k 等于减1，乘2乘2乘2，然后乘进去，然后这个越减，9k 减15。加 4k 等于减二，13k 等于13k 等于一，sub k 等于一 into equation 二，h 等于3乘一减五除二等于减一，so h 等于减一，k 等于一。好，接着我有3/4 h 加 2k 等于减二。全部一起乘四的时候，3h 加 8k 等于减八。然后另外一个是3/4k 加 2h 等于13，3k 加 8h 等于这一个13乘四，四三十二，52。啊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我的。这一个3k，所以我的 8h 等于52减 3k，我的 h 等于52减 3k 除8，这个是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 equation two。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wo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，我有三，然后52减 3k per 8，然后加 8k 等于减8。所以，我全部一起乘八，乘八，乘八。所以，我刚刚这边是乘四，乘四。OK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可能乘进去，然后这个越减，所以三乘52的时候，三二六，三五十五，一五六，减9k 加64k 等于减64，64减9，55k。所以我就有negative 64减156，OK，然后它会变成220，so negative 220，so 我的 k 会是等于 negative 220除55，拿到是 negative 4，这个除55 negative 4，so 我 sub 我的 k 等于 negative 4 into equation 2。所以我的 h 等于52减3减4除8，so 52加12除8，64除8，8864就8。所以我的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个答案，OK，就是那个这一边。所以，我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一个 k 等于 h 等于8，然后 k 等于减10。接着，我们要找 matrix y，减搬过去变加，所以 5y 等于13，9减22，加47，12，所以它这个变成50。二十减二十，然后我的 y 呢？
就会是等于150刚刚这一个东西，OK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 2 4 减4 OK，好，然后接着这一个我把我3y 搬过来，所以我就263减20减4 3减6 1 3y，所以我的 3y 等于2减减4，2+4 6，3减减6 9，6减3 3，减20减1减21。所以我的 y 呢，我就直接130，326，然后减7，所以是123减7，好，接着这一个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 2y+3y 等于139减17，减变成+4712，5y 等于5，20减15，y 等于1 2 3 1 2 4减3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15题的是 matrix 的乘法，另外的影片再来。